位于南太平洋上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今天稍早发生了规模 6.7 的强震，死亡人数截稿至中午以前至少已经有18人丧命。巴纽前不久于2月底发生了规模 7.5 的强震，前天3月5日上午又有数次有规模 6.0 的地震，今天凌晨又再次地牛翻身，强度高达 6.7， 是在2月的 7.5 级强震之后最大的一起余震。巴纽10天内发生数起强震，引发山崩土石流，建筑物被夷平，石油与天然气也因此关闭作业，上万人无家可归，食物及饮食短缺，居民饱受惊吓，两周内近百人死亡，而死亡人数可能还在持续攀升。新闻时事报记者孙雨山整理报道。